下学多久？吉他学多？上学期学到现在？那这现在都会弹的哈？会，都可以自弹自唱了。对。那怎么想说对这吉他有兴趣呢？就朋友就有，我是偶然过来的。嗯哼，被同学叫过来，被朋友叫过来。对，一开始我是学乌克丽丽。是，就换大支一点。对。那就说学吉他跟乌克丽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多了两根弦，而且比较大支一点。然后对乐理会可以学比较多东西，就是乌克丽丽可能有些东西是，应该说吉他有些东西是乌克丽丽没有的。这样子。就看你在哪一首，忘记了，看习惯就是。